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展间可真是国宝满天飞，我只能从中选几件介绍给你，期待你自己来亲眼看看这些不轻易展出的国宝哦。从时间序来说，最早的国宝是这件明皇幸蜀图，虽然叫做明皇，却不是明朝的皇帝哦，而是民间俗称的唐明皇，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杨贵妃的老公。字卡上面的作者写唐人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是谁画的，但是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还有专家的考据，认为有可能是以金碧山水流派闻名的李家父子李思训、李昭道，但也有可能是宋代的人临摹的，因为画中已渗入了宋人对山水结构的理念。明皇幸蜀图是描绘唐代安史之乱时，唐明皇丢了首都长安，逃往四川避难，在深山中行旅的情景。所谓的幸，其实是皇帝驾临某处，象征着皇帝到哪儿，当地的百姓都会感到幸福。为了体现出这个幸，画家并没有把唐明皇仓皇出逃的样子画出来，而且表现得如同春游一般，从唐明皇到妃子随从一个个都是衣冠整齐。从史书上看，唐明皇逃往四川是秋天的事，而画中山清水绿像是春天的景象，看来画家还是不能得罪皇帝啊。画下部右面，唐明皇带着嫔妃及随从在山中穿梭，唐明皇骑在马上走在前面，身后是穿着胡服头戴帷帽的嫔妃，左面则有一队人在栈道上和石径中行走，隐没的身形透露着蜀道行路的艰难。画中间则有一队人在树荫下休息，骏马也在地上撒欢打滚，人物的动态和衣服配饰都描绘得细腻，马匹和骆驼也描绘得栩栩如生。只是骆驼能不能在古代蜀道中行走，画家好像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这张是龙宿交明图，虽然图画上方有董其昌，大大写着董北院龙宿交明图真迹，但是专家学者却认为只有董其昌的字是真迹，不管是谁画的，年代可是真的，所以获选国宝一枚。而这次会展出龙宿交明图，是因为董其昌从潘光禄的手中取得，而潘光禄是莫世龙的女婿，莫世龙是王世贞的好朋友，还真的要感谢莫世龙啦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可看不到这件国宝呢。这张画的内容有很多猜测，从画面左下角可以看到有两艘小船，村民以手相连，旁边则有人击鼓导引，有人焚烧纸钱，所以专家猜测这是村民祈雨的仪式，也有人猜是庆祝端午节，还有人说看画面上挂着灯笼，应该是庆祝元宵灯节才对。同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猜一猜哦。最后分享一个策展人为了增加观展的趣味而设置的是真心与抽签机，按钮就可以抽签。把小签管插入这里就可以取出签诗。听说签诗可以说出你的心情哦，然后可以走到这边的印章台盖印章带回家。也因为太受欢迎了，开展没几天就开始故障，因此各位观赏者要拿出一起爱护展示品的功德心，才是真正的台湾价值哦。如果幸运的话，下次你去参观时机器已经维修好了，也期待各位同学一起爱惜公物哦。这档展览的国宝实在太多，我尽量多做几集来谈一谈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拜拜喽。